么今天我们再来为这个华人有没有在主流政治里面做最后的一个结论呢、啊？您觉得啊、沈志勤，您觉得我们的所谓的华人在主流政治里面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了？我觉得就不再是说什么华人啊、马来人啊、印度人啊，啊，怎么你说你这个命题的话，本身就有种种族思维的地方，是他的确是很种族思维。所以我们刚才陷入的这个辩论呢，都是在以种族为出发点的。对、啊、对, 对, 对。然后当然这个是因为这个马来西亚的客观的条件，是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在很多这个其他民族人权啊，或者是。民主化啊，贪污腐败呢，我们都是站在最前端的马来西亚的华裔都是站在这个主流的，而且我相信这个是未来的主流。然后一旦这个整个政治的这个以这个种族宗教挂帅的这个系统呢给打破了之后呢，啊，这个真正的主流呢将会是民主啊，我们斗的是怎样民主，怎样斗的是这个政策。哦、所以呢我是蛮乐观的，然后我是觉得未来呢有一个在包括现在进步的马来人或者是进步的回教徒呢是很多的、嗯、然后在城市的资讯方面呢大家都是非常快的得到讯息你说所有的这个回教徒都是保守要求这个种族更加回教化呢，我是觉得未必的啊，而且是有这个当他们选择的话，我们的这个 survey 一直都是发掘到同样的论调，当你问他要更多的回教化吗还是他要政府搞好经济，他会跟你讲说我们要政府去搞好经济的。如果你说这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当然他们会说需要更多回教化，但是回教化并不是代表说要去变成是更多的这一个，他们是希望这个国家会打击贪污腐败，他们是希望这个国家制度变更好，没有那个26亿门的事件啊，高官不会去贪污腐败啊，这个是他们要的。他们但是呢，你说他们要变成是这一个极端的，好像这个极端的种 IS 那个他们是拒绝 的，对，的确是经济课题还是重要的。在这个议题上的话呢，我们国家现在走向的方向啊，当然我是非常认同，说我们走向自由、民主、开放的路线呢，这是国家的未来应该走的方向。可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来自政教合一的一个纠缠的一个局面。当然 YB 之前的话呢，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他也报道回教党只是在闹点情绪罢了啊，只是意见罢了，只是内部能够解决的。最终发现到的其实不是，他们的确是在非常坚持的。那我常说，种族主义呢是很可耻的，没有人告诉你说他是种族主义分子的，几乎是等于零了，只有几个凡俗会讲这样的话。宗教主义分子的话呢，他是觉得他是非常崇高跟高尚的，而今天我们最大面对的这挑战呢，是来自宗教主义的挑战。所以我一再强调说呢，包括像 G25 这些人出来的话，都是好事。怎么样呢？去促进马来族群走向自由民主开放，或者呢，至少阻止他这个宗教化的这种宗教主义的诱拐保守主义呢，继续的在现在呢给他扎根跟巩固下来。谁知道过到10年20年世界完全开放了，你甚至问回教徒来讲，你真的吗？你神经啊？我真的是要去走断食法吗？你真的是有问题吗？那这个呢，是我是觉得我们华族群的话，非回教徒的话，在现阶段呢，不是用教先谩骂的方式，应该用最理性的方式，是你就问你马来族群，你真的要走这个方向吗？我今天来之前的话呢，我朋友去 fax 了一个英国应该是独立报的一个调查，全世界回教徒居多的国家有多少个国家是希望落实回教法律的，就是神权法律的，那是多少？马来西亚的话呢，是排在前面的几名了，回教徒了，是访问的是回教徒了。这一点，这个survey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我看了哇，不，可是我不知道他的那个评估是用什么方式，不过我看的是一个简报，一个分图，一个排行。我们是肯定在70-80%的回教徒呢，是希望落实这个神权的法律的，就是回教的法律。至于它的内容是什么，什么是回教法律的，其实是回教徒他自己不清楚，搞不清楚，他也讲不清楚的。但是他就说这个是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当然是要了。It's God's law， 对他们来讲，他们很简单化，这个是 It's God's law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宗教主义挑战，因为宗教主义对于任何宗教徒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高尚，就是上天的这个法律了，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面对最大的挑战。所以我看到呢，当然包括一些行动党的领袖说了，其实回教党并没有壮大，这些话呢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就是一派敷衍。是席位并没有大幅度的增加，不过呢，从选票的投给这个回教党，甚至到85%的华裔选民投给回教党的候选人的话呢，这个呢，其实呢是我是觉得我们华裔族群的话呢，无论你是主流、非主流等等都好了，这个呢，我们必须非常要理性的处理的，非常要理性的处理的。是，就算是之前的现在的盟友阿玛纳，我遇到大家都认为是非常开明的这个的穆加希。巴里本大的这个国会议员，他也公开说，我真正挑战过他，跟他辩论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上场的法令，葫芦并没有错，只是呢，我必须要强调的，我们是应该采取民主宪政的方式达至这个目标。换句话说呢，包括阿玛纳本身也并没有放弃这个目标呢，他要用的是民主宪政的方式。那什么叫做民主宪政的方式？就是我人比你多的时候，我就要做了。我觉得这个呢是我对他的一个所做的一个总结，所以使我更惊讶。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的话，政教合一它必须要分开。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点的，这个有点点是比较这样子讲，就是抽出它断章取义，可以不要讲难听点，就讲断章取义了。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整个这个回教的这个马克思沙利亚，马克思沙利亚它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到最后断子法是。孤独是 one of the 啊，但是呢，在整个你必须要解决你的社会正义，你必须要有贫富平均啊，在这个司法制度成熟或者是公平正义，在种种的落实之下呢啊，你才可以施行这个断子法，因为这个是他们的 God's law。但是在一个进步的论述呢，在这个马克思沙利亚的。尤其是很多现在世界级的学者呢，都开始在辩论说到底需要不需要落实孤独。尤其是就是在这个你必须要做好这些东西之后呢，弧度才是最后的一个环节。这个我完全认同啊。所以呢，在很多这个进步开明的，他们都知道说，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社会的环境，尤其是有很多华裔非穆斯林之类这样子，他们觉得呢，就必须解决其他的非不正义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社会正义的，在谈这个东西。好，那这个可能另外一个课题，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学问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可是他很遗憾的是这样子，俊杰他很遗憾的是在政党政治斗争的时候呢，我看到在美化回教党的做法，到最后的话，你问选民他也讲不清楚的。既然是 God's law 的话，做吧。你讲马克西沙拉等等，这个我明白。其实世界上的一些宗教学者、回教学者的话，他认为呢，在现今的社会，这个东西是不可行的。因为没有实时的这个条件。可是呢，当把这个东西搬到政治舞台上的时候，在竞选呢，或者在论述上的话，他就不是这样子了，他就很错。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所以我一再强调的说，种族主义是可耻的，宗教主义是高尚的。所以这个宗教主义的话呢，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说，来自我们华裔族群啊，主流非主流什么都好了，最重要怎么样影响马来族群走向更自由民主开放的路线，对，而并不是呢美化回教党，甚至呢我对阿玛纳的这些人的话呢都也有一定的这个保留。不过他们可能是比较务实了，他们也可能甚至认为，我觉得他可能甚至认为不太适合了，可是不懂得讲。首相呢也是讲说，我是接受这个上场的法的立法的啊，不过呢是不适合实施。他讲过了2011年吗？但是马来西亚不适合啊，不适合实施吧，对吗？可是今天的话呢，他就拉政府出了，也是他钦点那个亚美克去跟这个，这个呢成立了这个技术委员会的话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警钟。当技术委员会成立的话，这个呢它的意义层呢正在改变中，因为我出席过这些回教组织的这种大会。所以说我吃饱没事干，我就不去听他们在讲什么，听了回来之后不能够睡了。没有关系，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请你来分享哪一些这么可怕的这个内容。是的就希望说我不要，因为他真是认为他的那一套想法跟思维跟路线是正确的。哇，当你认为你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时候，那就很可怕，你就很难改变他的思维了。那的确是，所以我们大家，我觉得我们一个共同的责任，要怎么样协助马来族群？你真的是要走向宗教主义这条路线吗？对呀、不过我们必须要做两步走了。第一，先打败这个种族主义，就是个多纳拉尤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这个，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环境之下呢，我们可以讨论这个
这个、我可能这一点呢，我就跟 YB 之前的刚好倒反，我应该认为另外一个来的比较重要，所以就先解决那一个东西，先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然后才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打破这个种族主义，因为我们已经50年被他荼毒了、啊、都已经是大家都是受害者了，为什么我们还必须要去支持他呢？不然与此同时的话，我们说明年的话，他本身也是一个种族政治的一个大联盟，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形式上有所改变了，对，推出了新的这个论述，听起来是不错的，很有期待性。我们也是，可是事实上的话呢，在执行上的话，你的客观条件等等的话，并没有做，因为那个而且走向更加、那个、中央还是中央的这个执政党还是武统，还是以这个种族主义来操作，所以呢，你没有办法打破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种族主义啊。我可是从你州属的、啊、你州属执政的州属，应该从执政州属先做起吧。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啊。毕竟伊斯兰事务的话呢，是州属的这个权利为主。对，这个我们都说罗马不是一天里面可以建起来的，所以如果要打破这个种族政治啊等等的这一些东西，我想可能要两三届的大选吧。如果只是来或者是明年的这个沙州的州选举，我们或许还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也说不定。好的、嗯、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差不多到了这个尾声了哈、嗯、是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说我们这线上的两位嘉宾哦，今天的欲罢不能哈、嗯、而且对谢谢你而且我们的这观众朋友也的确是相当踊跃，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问了，是真的，是不过没有关系，因为这样子的政治话题永远都有票房哦，所以我们可能下一个节目更加适合的时候呢也请两位上来哦，就好像刚才这个秉寿讲的哦，这个关于回教法的这个论坛有多么的可怕的东西，为什么让他睡不着觉，我们下一个节目会来跟他分享了哦，是的，谢谢。好，那么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今天晚上的百科大家讲，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祝你们晚安，再见，谢谢。